59破血狂攻加满天花雨啊，破血狂攻不牛逼，满天花雨牛逼，50级兄弟们点化石他也得用80级的帽子白板满天花雨，这种是愤怒精致满天花雨，两个花钱点化的啊，衣服的话应该也是点化出来的，武器的话，哎呦我操，现在内卷到59级要用物理系的梦想了吗？大哥给你走个曲啊，我操，真的前几天刚出的神器，人家59级也好玩啊，鉴定还能出他妈梦想啊，非大当官服专用减9命中，一般减命中是伤害高，有时候这些减命中啊还不如60级减一啊，有些赛事呢他们是自己制定了规则，只能用69级的武器，369 69就只能用60级的武器，减一都不能用啊，举例子348利敏22 22乘以个 0.57 啊，22乘以 0.67 22乘以个 0.67 加啊328，这把武器342，武器50级的武器最高伤害为218啊，咱们的武器是225，爆了7点。武器我再算一下，算错了吗？369除以个3加225，348，348再加双加啊，363。老板牛逼，用最普通的。252除以一个3加218，我操，你这把武器爆了这么多呢，哎呦我操啊，哎呦我去，这你为了爆这几点伤害鉴定了这么多把专用啊，哎呦我操，这物理系的梦想这么难呐，兄弟们这一车全是50级专用的呀，而且全是强化呀，就这么说吧，武器你能打得起，强化石你买不起啊啊！哎切！这才叫真正的量变引起质变啊！好了，总共是接近60把专用啊，60把专用才出了一把物理系的梦想。